我甚至会直接离国际程度不同。搞外贸管送外文不来事，搞到搞啥么子？我动起是个冷门，搿当动起过去多出名了。是这样出名了，出名就广告，广告就钞票。我当时呢利益了当中，当着我的利益当时占第一位了。那讲难听点话，有话当时请我打张官司，好像做个试验品一样的。我医生，你请我看医生，我不是马上看你好病，好像我接来了100个案例、200个案例，然后第300案例我是最成功的，好像有点把人家当了一种试验品一样。不管是境外什么组织，只要能帮我讲话，都是好人，都是朋友。在德加的时候，几年之后，实际上我发布了，主要是两大块的作品，一块是我自个当官司的。征讨材料，到北京当官司征讨材料。以前呢，就是讲我已经近两年来国内媒体收集个动出去个案例。他考虑到个人的知名度，个人都赚钞票，搿是很不应该。跟我明明个上海个工作做了应该讲可以个情况下头，自家又发泄个人的搿种私愤，搿来种呢，就搿个问题呢，就有点小题大做。我要拿到历史执照，就是讲上海动出去要搞个事业飞出。像那老一老勿光就是采取这个措施呀。加再挨一个号头，两个号头，可能我的这个道路呢越走越远。那么搿点呢，我认为呢，这个采取的措施呢是结合。